HBO。对着手机喊出频道名称，后面电视马上自动转台。有线电视业者推出杀手级的应用服务 HomePlay， 希望可以在行动智慧装置的时代抓住消费者的眼球。而这项语音控制的功能不但可以帮您转台，只要念出想看的节目名称、播出时段跟频道，更是一目了然。它的语音功能真的很厉害。那如果你跟他讲频道名称，他就马上帮你转台；如果你跟他讲的是你的节目名称，他还可以帮 HBO。而不只是能够把电视上的节目马上抓到手机上来看，就连手机里面平常记录自己生活的影片和照片，也都可以透过有线电视 HomePlay 的手机 APP 分享到大荧幕上和家人分享，不用再加装其他外接装置，也不用把照片上传或放到随身碟，可说是相当方便。我们 HomePlay 功能除了可以把电视放到你的手机上面看之外，你还可以把你手机里面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分享到电视上面去，全家同乐一起看哦。无论是吃了什么好吃的，看到什么漂亮的风景，在数位分享的时代，透过手机 APP 和有线电视数位机上盒的连结，创造了无限可能。有线电视业者也希望借此可以在网络影音盛行的时代成功的逆袭。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。